我们今天来介绍啊，陀螺星哦，介绍陀螺星那个我们一生啊摆脱不掉的业障啊、哦，讲业障好像很严重，对不对？哦，好像那我们一生摆脱不掉的橡皮汤，好像粘在你的脚上哦，一生一直要跟他纠缠，一直要跟他纠缠，要跟他纠缠哈、哦。那一直纠缠不见得不好啦，哦，纠缠不见得不好。就是我们常跟大家提的，哦，煞星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一直纠缠表示。你一直有机会可以跟他相处嘛，对不对？你跟你的运线夫妻宫有陀螺星，你跟你老婆一直在纠缠，一直在纠缠，一直在纠缠，对不对？那就表示说啊，表示什么？表示啊，你没有工作，长得丑，长得像老师这么胖，然后呢，脾气又不好，你还是跟你老婆一直纠缠，他都不会离开你，这样不是很好吗？哦，直到有一天哦，等到你转运了，哎，那你们感情就会变好，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煞星呢，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哦哦，虽然那个老师的陀螺星可能在极恶宫啊，因为我的肥肉一直在我身上一直纠缠，一直纠缠，不愿意跑掉。什么？你觉得我的肥肉在身上是很好的吗？嗯，我也是这样觉得啦。哦，不是跟大家讲了吗？胖男人才会娶真妹，对不对？哦，没有看的可以去看这段影片。哦，胖人才会娶真妹，所以。肥肉纠结在我身上，我也觉得还不错。好，那陀螺星就是我们本命的陀螺星，当表示那是一辈子所需要去摆脱不掉的事情。那大限的就运限的或者流年的，那小限的就是那个大限之内，然后那个小限之内的事情，流年就是今年的环境会造成你自己内心包括你自己会觉得很纠缠的事，好像今年我们所有人的流年命宫都会有一颗陀螺星，然后那个文曲还化忌，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处在于那种很纠结的状态，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要鼓励大家出去玩，搭配今年的那个贪婪化圈，对啊，帮那些那个娱乐产业一下那个增加一下那个获利，好。那可是很多同学会搞不太清楚说，那在十二宫的时候呢，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哦，在十二宫的时候，哦，那我们要跟大家讲，你本命代表的是什么？你的特质、价值跟你的价值观，哦，本命代表你的价值观、个性，哦，的价值观跟个性，哦，那运线当然是指的是那个时间点里面，你比较要碰到了一些让你觉得纠缠的事情。所以说呢，如果说陀螺星在命宫，哦，陀螺星在命宫的人呢，表示他做事情啊，会比较，哦，没有那么的冲动，或考虑很多，想很多，像陀螺一样，哦，那但相对来讲呢，他做事情会比较坚持，如果他觉得这是对的，如果是在迁移宫呢，对了，那个命宫统管十二宫嘛，对不对？所以他对十二宫的所有事情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是在迁移宫，哦，迁移宫是代表了内心世界，对不对？内心世界，然后呢，代表了你在外面的表现。好，那这个时候呢，它表示说你常常内心啊有很多小剧场，想来想去，哎，我不知道要往 A 走还是 B 走好，我不晓得是说那个杰克比较神奇，还是 Alan 比较神奇啊，我很多常常没有事情没办法决定。那这个事情没办法决定呢，也会造成我在外面，哦，很容易，因为我自己个性犹豫不决而为我惹来一些麻烦，哦，这个是在迁移宫。那如果说是，哦，在兄弟宫，哦，兄弟宫代表是同性别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妈妈嘛，对不对？所以呢，这类的人呢，通常啊，哦，跟兄弟姐妹还有母亲，哦，会有那种纠缠不断的关系。纠缠不断的关系，那其实这一类的人通常就是孝顺，因为你孝顺，你才摆脱不掉他嘛，你就是心有所系，你才摆脱不掉他嘛。再来，如果是对面的仆役宫，仆役宫当然指着那个不同性别的兄弟姐妹，以及你的朋友关系，在 跟朋友的交往。那这个部分呢，常有同学没有办法去分辨迁移宫对外的关系跟仆役宫的关系。其实哈，迁移宫指的是我这个人给别人的看法，哦，给别人的看法。那仆役宫指的就是你的朋友，哦，就是你朋友，你认识的人，哦，认识的人，哦，譬如说，我走在路上，哦，大家就觉得我就是个胖子，那这个就是我的迁移宫。
可是呢，我的朋友啊，或者是你们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温厚敦良的胖子啊，那这个就是我的仆役宫啊，它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呢，陀罗星在仆役宫也表示说呢，你对朋友的事情呢，会比较没有办法拒绝，然后比较摆脱不掉啊。再来，夫妻宫啊，夫妻宫啊，事实上哈，那个老师一直觉得啊，陀罗星在夫妻宫是最好的。陀罗星在夫妻宫为什么？因为陀罗星在夫妻宫的人容易赚大钱。为什么容易赚大钱呢？因为啊，感情啊，感情是你一生摆脱不掉的事情。那一个男人呢，对于他所爱的女人，一生都摆脱不掉，那他就一定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就要赚很多钱去供养这个女人。所谓的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爱花钱的女人，所以男人要成功就要找爱花钱的女人。那男人要成功呢，就要陀罗星在命宫，不对，在夫妻宫，对，因为他就要一直去供养他老婆，那就要努力赚钱、哦、所以陀罗星在夫妻宫、哦、其实通常就表示说你对情感容易割舍不开、哦、容易割舍不开，放不下。那割舍不开跟放不下呢，有一个潜在的意义、哦、就是你容易找到不跟你的预期、哦、不太一样的人。所以不太一样的人呢，就是啊，比如说你期望他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结果你发现他的担当只对他老婆，但是没有对你、哦、有点像但是不太一样、哦、陀罗星在夫妻宫容易找到这样有这样的状况。在官禄宫，在官禄宫当然就表示说你在工作上面常常会有犹豫不决的个性，常常也会有判断错误啊。判断错误就算了，你还很坚持、哦、就像刚我们在讲夫妻宫一样，那你挑错男人就算了嘛，你们再换一个，结果呢你还会继续坚持下去。那官禄宫也是，你常常选错了工作，可是你还继续坚持下去、哦、那这个然后工作上面呢比较不愿意去勇敢的突破、哦、所以因此呢我们都会建议啊，陀罗星在官禄宫的人应该去找专业技能，反正你就是学一个很专精的技能，全世界只有你会，那你就可以发展得很好，你不用换。再来，子女宫有陀罗星是什么叫？是表示什么呢？啊，子女宫有陀罗星啊，子女当然代表小孩子嘛，表示这个人呢，他对孩子的情感呢是摆脱不掉的，啊，是摆脱不掉的。嗯、那子女宫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财库，啊，是财库，而且子女宫的对面，啊，就子女宫刚好是田宅宫的对面，家的外面，前阵天还是家嘛，家的外面，从容易出门啊会破财。出门就钱来乱花、哦、再来田宅宫，田宅宫有陀罗，当然就是你对家人、哦、你对你的家人，或者是你会觉得你要拥有一个家，这样子的概念呢、哦、会一直纠缠着你，会一直纠缠着你、啊、你会破财、哦、当然也会啦，这么爱家跟这么爱家人容易就破财了。财帛宫有陀罗，财帛宫陀罗星呢表示说啊，你在理财的这种态度上面，用钱的态度上面、哦，也是常常容易举棋不定，或者是常常容易呢想，因为想很多、哦、反而造成破财的状况、哦、你可能就乱投资，那或者是说不敢投资，哦，该给你的机会你也不敢去，这样子，明明告诉你说那个这只股票买下去一定会赚钱，你也不敢去，哦，我就是这种，哎，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踌躇啊。那陀罗星如果在福德宫呢，哦。否则我们讲是你的灵魂嘛，你就是个踌躇的灵魂、哦、在那边游来游去，你在被安坐啊，这样子仿佛孤魂野鬼一样、哦、事实上我们讲说福德宫像灵魂、哦、就是你的精神状况、哦、你的精神状况，那你你自己内心真正的价值，你自己内心真正的价值呢，如果是一个比较容易思考的，比较容易犹豫的，比较会钻牛角尖的啊，可能就是你的陀罗星呢，在你的福德宫啊。再来，哦，再来是吉厄宫哦。吉厄宫有陀罗星哦。吉厄宫是一个很特别的宫位哦。吉厄宫是个很特别的宫位。那因为事实上哦，斗数的吉厄哈、哦，它跟着很多中医的理论在里面啊、哦，所以我们在这边只能跟大家很简单的讲，通常吉厄宫有陀罗星的人哈、哦，陀罗属金，金属肺。那肺呢，在中医来讲呢，是控制人皮肤水分的，所以陀罗星如果在吉厄宫的人啊，比较容易皮肤哦，皮肤会不好，就是他可能那个干湿分离，不是啊，是那个
那个女生常讲的、啊、那个油跟肝、哦、不稳定，然后过头的会湿疹，然后不够的会那个干线这样子、哦、比较容易皮肤会有一些状况、哦、那再来、哦、父母宫如果是陀螺星呢、哦、等同于兄弟宫、哦、你爸爸常常给你，你跟你父亲之间会有一些割舍不掉的情感、哦、那他常常给你带一些伤害，或者你也可以带给他什么一些伤害，不是只有他带给你。好，那以上、哦就是陀螺星如果落在十二宫，大概的状况。那当然，这边的解释里面呢，有包含了本命盘、你的态度跟价值、个性。然后，如果它是出现在运线盘上面，也就表示你在这一年或这十年有这样子的状况会出现。好，那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自己的陀螺星在什么位置，然后那个来对应一下老师刚刚讲的这一段，还有没有合？